这集有没有问题啊？所以都讲完了吗，先生？哦，好快哦，你真的是，我们真的是太猛了。这样我们讲春日转盘，那我们来抽取一下。那就是心理转盘呢，里面就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所谓的，你看一下 ，OK 吗？OK， 我们要结束本集喽。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啊，如果真的没有人进来的话，我就要结束了啊。不过竞技场还没刷新呢，哈。哎、欸，真的有人进来了！哎、欸，我前一集、前一集都没人呢、欸。嗯、啊，可能大佬他们在吃饭，他们就挂着。现在不想努力了是吧？那、欸、很多人流行说啊，不想努力了，不够好球。站在爱情的面前，孤寂的人要平等。在人心里面。啊，好痛哦，那个。神胎眼提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苹果你不要每次进来都抢第一呀、啊？哎、欸，苹果很常上线哎、欸，每次都看到他。好，就是这样啦，喵喵喵。这普罗哎、欸，普罗，这名字还不错，听100人。